出来跟在躺在那个床上整理的时候，就是其实快哭了。可是他我在哭快要哭的那一瞬间，他们叫我去捡那个气刀，吓到，我很痛，真的过程真的很痛，他吓到，吓到在发抖，然后在就是发白，值得，一切都值得。因为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他母女均安、健康的、快乐的长大，然后健康的出来这样。你有没有进产房？我在里面啊，你在里面，所以你全程都在。那你有没有大？他出来的那躺在那个床上整理的时候，就是其实快哭了，真的。可是他我在哭快要哭的那一瞬间，他叫我去捡那个气刀，吓到。其实我们两个昨天都有感觉说，可能差不多。他很听话他本来预产期是24，我们跟他定说，我们要来敲这个时间的40号，因为那时候量嘛，宝宝已经太大了。其实我们当天都有感觉，可是揉到那个时间，我们就一直故意撑到4点，对，4点多，对，受不了了，对，受不了，我就吃药了。我有三枚药的习惯嘛，我就吃药了，然后想睡了，灯一关，哇，完蛋了，那个血跑出来了。我那时候真的还是眯了，大概我说你会痛吗？我当时还是顶，我就顶着。盯了大概半个小时，他说哦，就是没有什么感觉，不会痛。我说没关系，那好，我睡一下下就好。眯了一两个小时了，马上起来，冲去这个开始弄东西啊，整理的，然后赶快冲来这啊。然后昨天4点多落红的，然后到早上的7点多，27个小时，他没睡，我也没睡，睡不着啊，你在旁边你睡不着，你睡不着啊，我说你很痛。真的过程真的很痛，他吓到，吓到在发抖，然后在整个发白，值得，一切都值得。因为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他母女均安、健康的、快乐的长大，然后健康的出来这样。对，最大的愿望就是第一时间跟爸爸妈妈报喜啊。爸爸一直打电话来，昨天就说要生了，说差不多了，他们要生了，明天再看到我孙子啊。他们什么时候来看柔柔？因为小孩要先观察，是，对，大概10点多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佑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熊毛蒜，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